没错，今天是5月8号了，居然下雪了。宝贝，Say morning，外面下大雪了，你看到没？Say good morning，Say morning。今天中午我爸下厨做的，这道呢是清炒菜花。看起来比较白，因为我点的我不想要那么多酱油，所以看起来就是很清爽的挂。这是早上的那个炒青椒，超辣，切了一盘西瓜，重点在后面，这才是重头戏，大盘鸡。一般的话会下面条进去，因为吃了好几天面条了，今天吃一个米饭。今天放了好多青椒，赞得很，下饭菜。我爸现在正在除草呢，买的这个小铲子实在是太小了。我刚才看我爸在那玩，就像一个大人拿了个小孩的玩具一样，特别逗。但是我感觉我爸乐此不疲，真是一个奋斗的好青年呀！今天晚上奖励鸡腿，努力啊！奔跑吧，老爹！说了一下哦，说，再说，说，啊、哦，哎呀！你说妈妈，米勒可厉害了，是不是？超厉害，是不是？能说好多话呢，是不是？我的晚餐，西红柿鲜虾绿豆青菜汤，我自己命的名。还有这种调料水煮出来的毛豆。Hello， 大家，刚才我收到了几个包裹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没办法逛街，都是 online shopping。现在给你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买的一些东西，有 Arisa 的，还有 Oak and Ford。首先呢，先拆这个吧 ，Arisa 的，哇哦，一堆 T 恤，还有背心儿，还有打底裤。厚一沓，这个呢是一条 biker legging， 就是短款的那种9寸的吧，9寸长度的 legging， Arisa TNA 的这个 legging 真的是好穿到一个爆天的地步。买了一个黑色的，就是想上面配一个宽松的 T 呀、啊。或者是就是玩个下半身失踪，或者有的时候穿裙子什么的当个安全裤穿也不错。这个是买的，它有一个白色的。OK， 这个是一个小雏菊的背心，最近就是这个花特别的火，我觉得这个质感特好，是那种刺绣 logo 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纯色的短袖 T 恤，他们家这个系列 Sunday Best 系列出了好多这种不同 logo 的这个纯色 T 恤，修身款的。这个是一个冰淇淋 logo， 还有这个颜色还蛮特别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狗嘛，这个是狗狗的。因为东西比较多，我就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下。这个是一个这个饮料款，这种 T 恤真的是之前多哎。恨不得每天不重样，这个也是个狗狗的，是种姜黄色，也不算姜黄吧，比姜黄还要再黄一点的。天哪，还有一个狗狗的，我特别喜欢这个绿，我觉得颜色很特别。OK， 还有一件犀牛的好像是新上架的吧，我也不太确定，我就觉得还蛮可爱的，绿色的。真的是，哎呦天哪，等了好久，是一个西装，等了特别久。我记得我是4月份订的吧，当时网站上就显示说是一个 special order， 要5月21号左右到，没想到我还提前到了，真开心。是种骨头颜色的，材质好像是日本的聚酯纤维材质，还挺好看，就是肥肥大大，有点男友风的那种西装感。是买了一个他新上架的 TNA 的一个人字拖，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鞋盒都特别好看。买了
那个纯黑的，还有纯白的。黑色我想可能会耐脏一点，比较酷一点，这样的还挺软的。还有呢，就是 Open Four 买了一件 T 恤，它是这种胸前有点褶皱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，我觉得今年这个特别火，这样的材质也挺个性的，是这种有点泡泡的感觉，泡泡棉。这个呢是 Lululemon 的那个裸感裤，那个 ALIGN 怎么念啊？align 吗？不知道，裸感裤。他家裸感裤真的太好穿，爆好穿，真的像没有穿裤子一样，而且弹性特别好。我当时怀孕的时候，都到后期了，肚子已经都特别大了，都还在穿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打底裤。虽然是高腰的，但是完全不勒肚子，而且我穿的就是我平时穿的码，都完全没问题。所以可见这个材质有多么的牛。露露家的东西真的是高科技材质，这个呢是一个这种也是高科技材质，我感觉他家东西都是高科技材质，是这种超薄的这种材质的一个裤子。当时我看模特穿效果还挺好的，然后颜色也特别多，我就选了一个黑色的。这个就是口可以侧边可以收起来变换长短的，很好穿。 OK， 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儿了，我要上去给娃喂奶了，拜拜。说话呗。呀，宝贝 ，morning。啊，慢慢慢慢的啊，不着急不着急。宝贝 ，morning。你说 morning， 你看我们现在做多吃。嗯，宝贝，因为你我又多了一个节日，是不是？你说您感到荣幸呀？超荣幸呀！因为我怎么有一个这么棒的宝贝呢？是不是，梅拉？嗯，哎呦，你也觉得是吧？嗯，拉屎了这是。太帅了，我跟我妈说我要那个啥馅儿大的蒸饺，你看这馅儿大吧，美吧，全美的。第二层，哇哦，韭菜的是吧？嗯，韭菜鸡蛋。哎，这底下还有，是韭菜鸡蛋吗？韭菜鸡蛋豆腐粉条，哇塞，还有花椒，帅气帅气。好不好？嗯，好看好看，巨型蒸饺。太棒！看啥？看一下。哇，地软的。咦，帅！早餐，感觉穿越回到了中午。我记得我去上海玩的时候，早上特别喜欢吃上海路边那种包子店的包子。吃的时候可以给里面撒一点这个辣子油醋水，看一下这个馅儿，哇塞，美得很！韭菜粉条豆腐鸡，主要想给大家拍一下这个内馅儿，地软粉条豆腐，给里面呢可以浇点这个醋水儿，噔噔，里面有醋、酱油和油泼辣子。OK， 开吃。Oops， 灌我了一手。Hello， 大家，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我才买的一双鞋，刚国际到，是在那个 Essence 上面买的，一个 Converse 的笑脸限量款，还有一个绿色，我买的是紫色的。Think I know you either way. Yeah, I know.
know you want me stay. Yeah. So are you down to ride with a bitch like me? Will you come around with a bitch like me? Told you don't play around with a bitch like me. Cause I've been around and you've been around. Cause I'm a kid. 现在还穿的是睡衣，所以就看我脚踝就可以。这是个高帮的，请大家忽略我的睡裤，花睡裤配一个笑脸的，这个还挺逗的。你说 Happy Mother's Day。你说祝姥姥跟妈妈母亲节快乐。亲们，这虽然是一碗方便面，看似普通，康师傅的，啥口味的吧？红烧牛肉，香辣牛肉，香辣牛肉的。但是你们知道不？上面这一坨绿的是啥？上面这坨绿的是我爸在我家后院拔的蒲公英。天哪，蒲公英下在这个方便面里。如果喜欢吃方便面的小伙伴，或者说喜欢挑战的小伙伴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好了，赶紧让我爸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美不？有啥怪味儿？我有一点发苦。有点苦？不会中毒吧？不会。我光害怕我爸吃着蒲公英吃中毒了。好好享用吧 ，Enjoy。清热解毒的一个东西。哦，据说是清热解毒、消炎嘞，去肝火，大家可以试试。Warning 大家，今天是个阴天。早上呢，吃昨天我在大统华买的大统华自制的这个肉松海苔面包，刚好给你们拍一下。它里面呢有这种，就是油油的这种，有点像透明感的美乃滋酱一样的，还挺好吃的。今天我吃的是外面裹了一层海苔的，里面加的有肉松。这边 Louis 的也是大统华自制的面包片，是提子的，它的片比较小，给它加了三片，里面有这种提子这样的，这一片挺厚的，给它里面配的是那个 Nutella 的巧克力酱。我把这个海苔肉松面包解剖了一下给你们看一下，它就是这样子的，很好吃，甜甜咸咸的。我刚才跟着 YouTube 在这跳操呢，然后我妈就在这默默的干活呢，把这都穿完了，居然没有录上她穿的时候的样子，给你们看一下穿好的。这个是昨天在大统华买的那个牛百叶，哎呀，看我这气喘吁吁的。还有这个是豆腐皮儿，哎呀，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特别特别喜欢吃豆腐皮儿的？我记得初中大家不是流行写什么同学录，我们班有个男生写同学录，里面有一项是你最喜欢的食物，他就写的是豆腐皮儿。OK， 今天中午我们在小红书学了一个配方，就是那种芝麻酱调料的涮牛肚，像路边卖的那种。我妈跟着学了一下，希望一会儿可以成功。好，这个就是昨天那个大统华的红豆面包，红豆饼，里面加的是红豆。我妈说有点甜，所以她早上只吃了半个。再看这边是啥，猪肝儿。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如果没成功肯定会很腥。祝君好运。 Hello 大家，这就是刚才给你们秀的牛肚和豆腐皮儿，跟小红书上学的配方。这个呢是芝麻酱的油碗，你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芝麻酱的油碗长啥样，长这样的。现在我要给这个牛百叶还有豆腐皮儿注入灵魂。这个汤汁一定不要太稀了，要不然它可能就会挂不住，就不能完全附着在这个上面，所以呢要弄得稠一点。好了，注入完灵魂了。左边是我们昨天的剩菜，还有哈密瓜，这个是我爸做的爆炒猪肝。现在是我爸下厨，爸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你这道菜叫啥名字？韭菜鸡蛋。韭菜炒鸡蛋，嗯，已经闻见了这个鸡蛋
爆炒的香味儿，像我就炒不出这种蓬松感。韭菜已经放进去了，居然还有豆芽，我还第一次见韭菜炒鸡蛋里面放豆芽的，看看一会儿味儿咋样。现在放入鸡蛋。自己会抱住这个了，抱住这个小球球了，是不是啊？怎么这么厉害呢？跟大家 say 个 hi baby Miller。 这一盘菜呢是一个大杂烩的下饭菜，非常辣的，要放老干妈进去调味的。里面有鸡腿肉切丁，所有的菜都是切丁的，有鸡腿肉，有魔芋，还有莲藕。这红彤彤的感觉，哇哦！你们有没有隔着屏幕都闻到了辣的味道？逗了会儿娃的功夫，两盘菜已经出锅了。这一盘是炒苦瓜，可以下下火。这一盘是刚才那个韭菜鸡蛋。好了，三道菜齐活，开吃。哇塞，你看我妈下午给路易斯做的这是啥？凉饺，看着像油泼面吧，巨香，但是底部还有东西哦。为啥叫它凉饺嘞？就是因为它底下还有炸酱，所以呢它叫炸酱油泼面。哇塞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，这绝对下饭的很，这要是敞开吃我感觉能吃五碗。哇，而且这面是我妈亲手刚才超级速度做成的，超劲的，秒杀超市卖的那种速食面，绝对的。刚才去了趟沃尔玛，买了点东西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期间，所以很多东西都超级便宜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先分享一下这个鸡蛋，30个。它原价是6块多，今天5块。买的香蕉，还有我给我买的这个，我家只有我喝这种脱脂的酸奶。买的樱桃和我最喜欢的黄桃口味的，买了一盒桃，还买了一盒这个 chicken wing， 买的是非常有特色的 honey garlic 口味的，甜甜的那个，还有面包片儿。还有一盒酸奶，还有一个这个酸奶，一袋红萝卜，2根法棍，也是搞活动，原来好像是1刀吧，今天5.6。买了袋薯片，之前我吃过，然后有一段时间断货了，一直没上，今天上了，我就买了一袋，准备让我妈尝一下。它里面有放这种香料的，这种有点像中国的那种馍片儿，但是这个稍微带一丢丢甜味儿。还有给我娃买了一盒迪巧，这就是今天沃尔玛的购物分享。天哪，你看这酸奶一打开，这包装也太有爱了吧！我妈已经把今天中午我们要吃火锅的菜摆好了，把这个吃天威打开看一下。巴拉，哦，这个酱是单独的，然后里面是这样的，我数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个。这是那天买的那个蜀九香的火锅底料，现在打开看一下啥情况，看需不需要炒一下之类的。第一次吃这个牌子。这什么鸡松茸包，像干的干料。这是固态调料味，是粉粉的。这个是野生菌包，也是干的。还有起藻包，里面可能是枸杞和红枣。还有调料油，这个包看着还蛮清爽，
应该是那种不油腻型的菌汤火锅。我先挨个下料了。现在就差加水加汤了，刚好我妈熬了有鸡汤，肯定比白水加进去会香。鸡汤，就是刚才我在沃尔玛买那个鸡翅，我放到空气炸锅里热了有10分钟吧，现在看一下情况。还挺金黄的，看着还不错，应该熟了吧？再热一下吧，再热焦点吧。好，再热个3分钟。这边是那个鸡翅里面带的那个 honey garlic 的酱，我拿着平底锅一会儿热一下，等鸡一会儿熟了，把它捞出来放进去裹一下。OK， 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。这个是我那天在中超买的东来顺的那个火锅蘸料，特别想吃东来顺。现在把它打开，香，能看到吗？我有点背光，我倒出来给你们看。就是东来顺的味儿。放入蒜末，现在鸡翅好了，我现在准备把它们转移到这个锅里面去。这烤出来比刚才在那个速冻袋子里面看着像样多了。看上去还不错哦。一个爱鞋如命的男人，路易斯正在为他的那个频道拍素材呢。顺便我也录一段，这是我们抢到的那个 Nike Air Force One 和 Off White 的合作款。晴朗的一天。
有一种老公就是你永远都不能给他借用你的东西，因为他用完之后永远不会主动还给你，还让你要找半天才能找到，完全不懂得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这个道理。吃货模式开启，今天中午我爸掌勺，土豆烧牛肉，非常的下饭哟。Loss， 今天捞不捞？看他出来搞活动，七刀这么多瓶。第二道菜烩菜，昨天看老照片，翻到我在就是西安袁家村那个店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。我特别喜欢去袁家村吃烩菜，今天就我爸也做了一个鸡汤烩菜，跟袁家村的一样。今天的午饭超漂亮，今天又大晴天照出来，美得很。搭配着 Canada Dry。我娃今天状态不佳，因为好像有点积食，吃东西不消化。哎呦，知道妈妈在录你呢是吧？这么激动呀！就啥都。就是难受了，所以他起来吐了一口。对。他尿了，我给他换了。吐了一口，说明现在就稍微舒服点了哈。好，来了。
天哪，大家知不知道这绿色的菜是啥？蒲公英，我爸在后院摘的，据说什么降火清肝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他跟我妈今天晚上蒲公英意大利面，用中式的这种凉面的蒜水来做的。Morning， 大家，今天的早餐一片中超买的麦面包，里面还有瓜子仁的那种，甜甜的。这边是半个西柚和上面铺了一层酸奶。晴朗的一天。今日午餐三个菜，醋溜白菜，哦，又加了一个菜，一共四个。醋溜白菜、孜然炒牛肉，还有苦瓜鸡蛋，以及我们自己腌制的红萝卜丝和白萝卜块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刚收到一个包裹，是我在 Essence 上面买的 Off White 的一个黄色的人字拖，给大家开箱看一下。鞋盒特别有质感，而且是非常漂亮的这种薄荷绿。然后一打开，把我就给惊艳到了，还带一个防尘袋。每次 Off White 的东西包装都特别好看，包括 T 恤也是，虽然说 T 恤没有防尘袋，但是它包装 T 恤那个塑料袋都特别好，很有质感。这儿写的是一些信息，最搞笑的是这儿写了个 SB， 应该是 shoebox 的意思吧。接着就是打开这样的，把这个取掉，长这样的，侧边长这样，厚度应该有个两厘米左右。我看了一下，是那个印度尼西亚制的。鞋后部长这样，很漂亮，满意。给大家推荐一个快速化鱼的方法，就是把它放在室外太阳光下，刚才有太阳刚好直接晒着它，瞬间就化了。这会儿太阳下去了，不过已经化的差不多了。远处呢，就是我爸我妈在后院拔的蒲公英。今天我居然也斗胆喝了一杯，刚好我的脸上这两天冒了一个很大的痘子，有点像疖子那种，所以想感受一下蒲公英是不是真的去肝火。现在是纯素颜的状态，这就是我脸上最近长的这个痘，还有这儿还有一个。这就是用蒲公英的根泡的水，一次就少放几个就可以了。第一遍先拿开水烫一下，把水倒掉，然后第二遍的水再开始喝。天哪，前院已经被我爸把土弄得好整齐呀，干得不错，给我爸加几朵。连着好几天已经没出门了，现在准备出一趟门，去 Tim Hortons 买一个 donut。这就是 Tim Hortons 的 app， 你只要注册，它时不时就会给你一些这种 coupon， 搞活动的这种。我们刚才已经在那个 app 上下好单了，现在 drive through， 告诉他你点的单号就可以了。
Yes. And 9822. Yes. 那晚上你配好了啊？对，我已经配好了。据说是 Tim Hortons 要在中国开多少个店？1500家，现在已经开了50家。哇，要开1500家，现在已经开了50家了。现在可能也就上海才有，是吧？不知道。Oh yes.看一下，因为我点的是 random 的。Alright. Thank you. What's your okay? Alright. That's 2杯 iced cap. 我点的是 random 的，打开看一下，它随机给了我哪些？可能一个口味一个，希望如此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哦，还不错，每个口味给了一个。我刚去麦当劳点了一杯 S coffee， 你看我，你炒一个这，这吃西瓜向下吃一，对身体好。路易斯给切了半个西瓜，配着晚饭吃。我妈现在准备炒米饭，跟了一个韩国大叔，哎，台湾大叔学做的，看一会儿炒出来啥样，我还挺期待的。这边是我刚才拿空气炸锅烘的鱼柳，先烘了5分钟，发现还有点没熟，后来又去烘了5分钟，然后拿刀子给这儿划了几刀，这样比较容易熟，现在应该好了。鸡蛋和米饭已经下锅了，因为米饭量有点大，这个锅沿比较浅，所以有点往出跑。这边呢是我的日本海带汤，我自己给它加了红萝卜片还有青豆。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豆腐乳，那天在中超买的，是这种淡口的，就是比较，它也就是说不会说没味儿，但是挺好吃的，我觉得味道刚刚好，不咸不淡。我妈炒好了。哇，挺漂亮的，而且闻着也特别香。我妈说她最不喜欢吃炒米饭，但是我觉得我妈炒米饭真的最好吃。你来吃多少？我感觉我们的下午饭贼复杂嘞，贼复杂嘞，各种都有。哇，好爽！现在收拾战场，我刚才忘了录。我爸已经把面条给压完了。这个机器是从中国带的，非常传统的一个机器。可以压出，这个是压面饼的，然后这两个是你可以选择，这个是宽一点的面，这个是细一点的面，这样转，把面和好之后从这儿放下去，然后转。如果你选择这一档，你就把这个转的这个东西放到这一档；如果你选这一档，就插到这一档。这个压面机真的巨好用，也就我爸我妈来回用一下，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只用过一次，因为太麻烦。这个就是刚才我爸压面机压出来的成品。还记着昨天我妈让我泡的蒲公英吧，因为我不是脸上起了个疖子嘛，然后我妈让我喝点说下肝火的。昨天我妈只让我放了3颗，今天我爸说给我抓了这一把，说这是叶子，然后我爸说他学过中医，我妈啥都不懂，让我今天要听他的。你看这夫妻俩风格是不是完全不一样。这就是我爸和我妈已经晒干了的蒲公英，就是随时喝随时抓一把，等我喝完看看有没有这种就是去火清肝火的作用，如果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去自己的院子里面拔一点。今天中午吃就是之前我有拍过好像那个豆角焖面，现在就是我爸把面放进锅里面去蒸，焖了10分钟，这个面
蒸了十分钟这个面，现在关火。蒸好的面已经把它掏出来了，现在把它打散一点。这是焖面要用的配菜，豆角和红萝卜丝。豆角和红萝卜丝已经炒上了。现在焖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，我们现在揭开盖看一下。哇哦，底下就是刚才那个土豆和红萝卜丝，上面就是盖的面条，让它这样焖着。现在呢放了点青椒，哇，绝对爽得很。对，我把上面给大家翻一下，让你们看一下底部的这个效果，太完美了。我感觉这个焖面主要就是靠酱油，青椒一定要放那种很辣的青椒才更香呢，如果你们可以吃辣的话。又是这个老套餐，因为中午我们那个焖面是素的，所以刚才路易斯同学去买了一盒这个肯德基回来。这个 box 还挺好的，就是它这种 set 呀还有鸡肉都有，就是里面有两份薯条，四块鸡，一份鸡米花这样子，还有两个那个 chicken tender 就是鸡柳。开始叠面，豆角焖面，还专门准备了一颗生蒜，一口蒜一口面。还有人帮我专门开灯了，你看配合吧，这叫啥眼力劲儿。一扣酸一扣面，咔吱，嗯，好吃。我刚才还给，我刚才给这个面里面倒了点醋，配醋也好吃。豆角，这面超下饭，一不留神就会有人吃多，尤其是再配个蒜。或者再放点油泼辣子，美。我爸也给咱来一段吃播，吃的是肯德基的那个鸡块搭配的他做的面。鸡块看一下，漂亮。路易斯，你来评价一下我爸做这面咋样？嗯，挺香的。对，这个面要让南方人来评价，因为北方人可能我估计99.9%都能吃惯，也并且喜欢吃。然后路易斯是南方的小朋友，所以呢让他评价一下会比较客观。我上第二碗了吗？他已经第二碗了。